当下一定要做的事情呢，虽然来宾都来过，可是状况是非常特别的状况。以前有发生过这么厉害的状况吗？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有种这个情况。如果你是当事人，你是不会接受这种安排，对不对？我绝对不会。我们今天呢是有一位大明星要来《康熙来了》，跟他的前男友见面。我实在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大明星会答应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除非是彼此还有一点喜欢对方，不然真的没有必要一起上节目。什么？你们请刘小艺来了？哇！你那个也太久以前的事了。厉害厉害！对不起对不起。今天促成这件事情呢，是《康熙来了》的制作人以及另外一部微电影的导演 B 兔先生哈，谢谢你。当初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觉得不可思议吗？很不可思议啊。对，是你会认为男生比较不想答应，还是女生比较不想答应？我一开始觉得是女生，但是我还发现其实他们都不在乎。对，是吗？对啊，就是都很大方，很大方。所以拍戏现场他们两个有怪怪的吗？完全没有。所以据你所知，他们分手多久了？我真的不知道。有大概4-5年吧，是不是？差不多，应该没超过5年。OK。可是你在导他们俩的对手戏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出他们看对方的眼神还有一点点感情？其实我很难发觉，原因是因为每次拍的时候，全部都是到处都是人，所以基本上你很难察觉他们到底有什么互动。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位男生请进来了，好，来拉开门吧，我们欢迎他。这边站一下好不好？王阳明先生，黄大炜，是对，梦要哪里你留下？为什么要扮黄大炜啊？今天有没有歌唱比赛？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大家误会了，我是 Sunny。你不是？第三次来了。哦，对，中间还有一次讲戏的事情。对对对。你之前来的时候，没有攻击过你跟这个前女友的事吗？聊了一下。有。然后你当时有打算好有一天你就要跟这位前女友一起来吗？没有啊，当时没有想过啊。所以是那时候我还没开始演戏啊。对。而且那时候你好像还不承认，是不是？承认。你是一直都承认你跟他交往过？对啊，我们一直都承认。只是就是说没有要细聊 detail， 就是那些过程吗？没有啊，我们都有聊啊，所以你我还记得你有我们有聊一下这件事情，很大方都有在聊。可是因为当时我们拿不准他是不是要进演艺圈，所以我们有点不想要过度攻击他，因为万一他不进演艺圈，对观众来讲他就只是一个外面的人了。对，可是殊不知他现在已经进演艺圈，然后竟然就这样跟前女友就演起爱情戏来了，好精彩啊！王阳明，我觉得今天比较值得担心，因为你们两个一起拍戏这件事哦，导演毕竟不会在旁边啰里吧嗦讲一些废话，可是康熙是谈话节目，我们就是会讲一堆废话哦耶，所以我们会聊很多事耶。你今天还愿意来是怎么回事啊？是经纪人逼你的吗？没有啦。可是你有推吗？我有推吗？没有啊，就是他们说问我就说要不要上，我就说 OK 啊，那 Over 会来了，那我就说 OK， 反正都已经拍了微电影了。那我刚刚有猜中吗？就是你们俩现在对对方的感觉是还有一点点喜欢，像家人了，就是已经分手了蛮久了，然后最后都还是保持联络。请问你们分几年了？差不多5年。Okay。 那现在你们如果都有一点微醺的话，你这再碰他的肩膀，会不会觉得还是蛮有感觉的？没有哎，我刚刚我们两个都有碰他肩膀。哦，对，所以是完全无感吗？碰他肩膀？就像朋友啊，就像如果我碰你的肩膀。哦哦，开动，太喜了。所以你碰我肩膀无感啊？我没礼貌。你是孕妇，你还希望别人怎么样？我勾引的。我没办法说出来。你觉得你那个前女友很期待这样子的碰面吗？因为会被我们问很多事，就算在生活中，你们身边人也不会像我们两个问那么多事情，我们两个会大问特问啊。我有做好心理准备。所以你今天预计是可以讲到什么程度？讲到什么程度？所有事情，我看他讲到什么程度吧。OK， 他愿意讲到怎样，你就讲到怎样。我尊重他。可是你还记得你们是交往多久之后你亲他的吗？就这么这么细节的事情。之后啊，我要先跟他讨论一下吧。我们要请女生进来了，或者说门打开，她已经消失了，也不可能吧？有可能留下一封信。又不是小燕姐，超级戏剧性。
刺骨啊！好想流血，我看 A P P 的三个，是黄大炜帮我们开门。好，我们欢迎女主角。精彩了吧？不要坐，在他旁边。他们两个人先打招呼，好不好？打招呼，打招呼。嗨哟！哇，哇塞！不，你们见面不应该拥抱吗？就照你们正常的啦。怎么看我已经要哭了？你们根本就很爱着对方啊！你笑什么？哎，他刚刚明确知道分手五年的事，你知道这个日子吗？就分了五年，你们两个都明确记得在一起的时候的每个时辰表吗？因为 S 在你出场前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要等你出来才能够回答。嗯，你刚才问题是，王阳明还记不记得他是跟你交往多久之后亲你的？哇，我把这个丢给你了。你们当初真实生活中的第一次接吻。这我还记不记得？你记得吗？记得。那是白天还晚上？晚上。电影院里面吗？哎呀！哎，我怕这是谈话节目，我没有办法谈话。我知道。室内。我说我不想讲，我说等你出来再讲。夜店吗？不是。不是。Sunny 家。不是。街上 ，7-Eleven 门口。你们现在在玩什么游戏？几个字，几个字，哪里 ？Shopping Mall。朋友家，摩天轮，摩天轮里面。车上。上学的。怎么会这样？反正就科幻恐怖片。忍者龟哦。Sunny， 哪里？他，我看一人答一题，他答了晚上，所以你得答场所了。我觉得要尊重女生。好 ，OK。你不要误会，你已经忘了，你还一直推给我。他很容易忘记你们交往的事情。他记得比较清楚，他记得清楚吗？刚有一个人好像讲到了。下去找人。不是，刚刚讲了餐厅、摩天轮，还有朋友家、车上、亲友、车上啊、车上。Got it。还是要把记得不是车上吗？我的天啊，糟了，有两个答案了。还有两个，所以你记得的版本是什么？我好久没看到康永哥对我讲话有这么那种很雀跃。我们两个好帅呀！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太有种了，你为什么要答应我们？我们同一个公司，同一个经纪人，那也不构成这个理由。李厚哥，你知道他为了我们爆肝，就是拍这个微电影，而且是他为康熙每天都爆肝，他本来就不好，竭尽所能，就是所以我觉得。为了这微电影，一定要大家要请。可是 Elva， 你跟他一起来，大家就一定会聊你们的事哎。还是你经纪人有骗你说我们会聊微电影的事？他是说还聊微电影。我们一定会聊微电影，可是不能不聊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世纪的见面了，太重要了。世纪。每次都产前录过最好的一集。每一次产前都有最好的一集。王阳明，所以他好像觉得不是车上哎 ，first inside， first inside， sure， inside， 是他忘了啦，第一次忘了，哎呀，半边 ，Oh my God， 他记错了，他才确定第一次在车内，晕倒了，可是是同一个地方，对，是同一个地方，只是他有两个场所，对，当天的月亮好吗？对。我没有在看。所以那个姿势是你到开车到他家之后停下来，然后先聊一下天，然后你就把身体这样移过去，是不是？我们没有，那不是在我们家那边，也不是在，不是在，在山上，在山上，专程开去山上看夜景吗？还是看夜景？所以一定是有下车躺在草地上啊？没有，在人群中。对，我们在人群中，因为很黑，所以大家不知道你们在那里。我觉得对，就是遮蔽的，遮蔽的很好，这样子对。OK。然后大家都没有在注意，因为就是很多人，对，很多人。所以听起来是阳明山吧？因为是二岁阳明嘛，因为王阳明从外国回到台湾，然后人家介绍他 Elva 认得，所以是去阳明山看夜景。人家介绍我们认识的。
又错字，他又忘记了，又忘记了。为啥不然呢？老板，你要说出来，他说是人家介绍认识，你的版本是什么？好像是，好像是，对，好像是。所以当时我忘记是谁了。你有接受？像微电影当中一共有四段嘛，第一段就是在夜店里面，就有一个人把王伯杰的角色就叫过来了，然后你们就认得。所以当时也是同样的情况，你就莫名其妙的认识了一个。哦，不是，是朋友的跨年的 party， 然后我工作完下就过去。他比你更晚到，对，然后晚，因为他一到场你就注意到他了吗？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可是就有我有注意到他，他有刚好翻过去有看到比，就像电影的状况有点这样，就是茫茫人海里突然一转头就跟他四目相对，就别人都变成模糊的，然后焦点就在身上，然后脑中有音乐出现吗？现场音乐哦 ，OK， 然后当时有立刻问别人说那是谁还是没有？那他谁先跟谁说话？片片都应该是你先打招呼，对，是我先打招呼，所以是你就是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拉我过来，因为他没有跟他讲吧，他应该没有跟你讲，然后他就是叫我说去认识一个女生，然后我就过去。那你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可是我是先看到他，然后我朋友才过来，可是我朋友要介绍，我也不知道我朋友要介绍他给他。哇，等于说早在介绍前你就已经跟他对。注意到他，我注意到他，好浪漫哦！然后根本不知道他是歌手或者是天后。我那是第一天晚上回来，我早上到的。你效率也太好了，我陪家人，完全没有时差。我要明孝轩再次同台，康永犀利超兴奋，我直接要他电话。哇！我说你好可爱啊！我说你给我。那你接下来不就得要 send 一个 message 给他吗？对啊。然后 message 内容是。我完全忘我写什么，后面记录给我带出来。放着这样的肉，你不去吃吗？肉不是我们男生用的形容词吗？你对得起众神吗？所以如果没有朋友介绍的话，他过来跟你讲话，你是会跟他讲话的，你不会说你是谁啊，走开之类的。有人会这样会讲话，会跟他说话。对，所以。朋友介绍之后，你们两个就那朋友也很识相，立刻就闪人，让你们两个自己聊天吗？我记得是有哎，哇，这么上道的朋友。然后 Elva 你心里，然后我就直接，请他我就直接要他电话。哇，我说你好可爱、啊，然后我就说，他问我叫我名字，我心想最好是，可我真的不知道名字，是随便讲的，我天，你想是我朋友。我心里 always 是这样的。他，你问他叫什么名字？因为我不知道他名字，那是正常的、啊。你要认识一个女生，你不认，他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完全。可是这对明星来讲是蛮难启齿的啊。可是那时候我觉得他是在装，可是后来知道我就觉得很可爱。所以你有正式报上说我叫萧亚轩？我就说没有，他是 Elva。然后电话也给他了？没有，我刚刚要他的，我说你给我你的。然后就当晚一直两个人混在一起聊天吗？还好没有，之后讲讲就各自。所以你有他的号码，他没有你的号码。对，因为我想要考虑。那你接下来不就得要 send 一个 message 给他吗？对啊。然后 message 内容是，这是我的号码。我完全忘我写什么，通联记录给我调出来。一定就是说今天遇到你很开心这类的吧？我其实一开始没有到很客气。应该是说你竟然不知道我的名字，也太会装了吧？对。所以我就觉得你后来跟他有询问说你是不是当天在装不知道我是谁？有啊，后来都问他，然后他说他真的不知道你是谁。他说他真的完全不知道。然后后来我认识了他的朋友，很多家人，我就说哦，他真的是一个外面是亚洲人，那里面白到不行，就是他的朋友全部是白人，然后住的地方 New Jersey 全部都是，其实根本不会听华语音乐。是，可是他当晚转身走的时候，你有没有立刻捏你的姐妹说好帅好帅？你会啊？没有，我姐妹自己跑来说刚刚是谁啊？然后你走出去，你就立刻跟你的哥们说好正好正。是谁啊？他多快就跟你联络了？好像是隔天，隔天，不是那天晚上，可是隔天。然后隔天一传来，你就立刻约见面吗？我们好像有聊，就是先在电话上聊一下，对啊，对。所以你当时要传简讯给他的时候，心里有很挣扎，觉得说要不要？有啊，有想这样好吗？后来怎么决定愿意？就想说就是。
先当朋友认识应该也 OK 这样子，就不想再想太多这样子，试试看再说，就先认识。因为放着这样的肉你不去吃，这样肉不是我们男生用的形容词吗？你对得起众神吗？可是你那时候是想要真的玩一玩，还是说你就想要谈恋爱了？相处了几天以后，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相处了几天？我天啊！我接下来一下，好紧张哦。所以一次第一次见面后，好，第一次约会是你安排的时空吗？就是在哪里啊？什么？哇哦！因为他是大明星，你们要选什么餐厅才不会被拍到啊？什么之类的？跟朋友，第一次好像是跟很多朋友。用别人当，我有带我最好的朋友 Ryan， 然后你是不是太锦华、啊？还是我那时候已经有杨锦华了？啊，我跟你讲是哇，杨锦华有加入这件事情哦，啊，赶快把他叫来啊！现在在一起，我现在在拍戏啊。他们是男女主角，你不觉得上帝安排很玄吗？很玄。而且他们两个还要有很亲密，亲密。对，下一个他。而且锦华是一次是慢慢加码的，让我知道。他怕你不高兴吗？我不会不高兴，只是他是。后来他们也才被告知，原来要越来越多不同的。所以你跟杨锦华现在两个人会聚在一起讨论王阳明的事了吗？完全没有，因为他们还没有任何太多的互动。可是如果最后杨锦华爱上王阳明，你会介意吗？在真实生活中吗？真实生活中，他不会做出这个事。所以你们姐妹有默契是不是？有。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做出这个事？有，我也认了。你有禁止吗？说杨锦华你不可以这样子。没有，我只有说好，这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点生疏。你怕跟他？我开玩笑，我是对他讲，说你干嘛这样讲话？我说没有啊，我说就你好自为之啊。那杨锦华可以在你面前称赞说他觉得王阳明很帅？可以可以，他跟我讲很多他的好话。那如果说哎他身材真的很好，你会不会为了要示威就说对啊，他那个背后哪一块肌肉我还知道有一个？这一点我不会，因为我跟我周边的好朋友，我们大家的有一个。一把尺很清楚彼此之间，就像他的很爱的对象，曾经很爱的对象，就是我也不会去，万一有跟他工作的互动，我也不会越尺。他说，如果曾经有杨锦华很爱的对象，他也不会越过那一步，所以王阳明是他以前很爱的对象。没有，我只是分析给观众听。我理解，我理解，你见解真的很好，很洞察力很好。那你当时有开始注意他的手指跟什么一些小细微的地方吗？有。然后哪一个地方是你觉得很加分的？他看我的眼神，什么感觉？哦，我女儿超嗨的。因为一直你知道你在动，你不会现在要分辨？很想知道，再低一点。他从小胎教就是八卦，这样不太好吗？所以那个眼神是有让你觉得很动心的眼神。对啊，对，我知道很专心，好像眼中只有你，对不对？嗯。所以王阳明那时候的那个感觉是不会担心说这是一个大明星，我跟他在一起会开始遭遇到跟明星交往这些事情。前几天不知道，可是我朋友看到他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了，然后我就有点哎，真的吗？然后就去查一下，后来才查，因为没有人跟我讲啊，所以我不知道。就后来你查到他的资料之后，你因为我不相信啊，因为不知道，像电影里的对啊。然后我朋友就说：“哎，真的是。”然后还把他的 CD 拿出来，然后我的表弟也是，就我表弟哦，是我的大歌迷，对，是他的大歌迷 Kelvin。那你表弟不是嗨翻了吗？哦，嗨翻了。他我们去我舅舅家的时候，还帮我弟签。你没有讲那么多。你在网络上看到他是巨星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觉啊？就觉得更不能让他走掉，是不是？没有，就你是什么态度？就是就逮到肥羊的意思。我好像会觉得说，好像是不是会很难追还是什么的？哦，对。可是你已经追到了、啊。没有，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所以你当时看他的眼神是什么？你是不是属于那种只要喜欢一个女生，你就会很敢一直很看进去她的眼睛？要看，弟弟，我跟你讲，要看是谁，我觉得要看是谁，这真的跟是谁看有关系。因为如果陈汉典，他再怎么专心看你，不会在乎的。女人立刻不动。叔叔，叔叔看一下，叔叔看一下。
所以真的就是他那个眼睛就适合放这种。因为我当时会爱上我老公，也是在夜店，然后人很多，音乐很大声，可是他的眼睛就一直好像看进我的眼睛里面，然后我就想说哇。眼中只有我。那你要一直用眼睛迎接他吗？我就会假装在那边好像不在乎喝饮料，可是一转头就，尿完蛋是。就想说哇，他真的眼中只有我哎，就走到哪都会感觉他的残影都在你身上。没错，所以你也是这样当时。我觉得他的时候眼睛好诚恳，嗯，然后笑容很灿烂。然后很有礼貌，他就是有一种孩子的感觉，周边的人都非常的好，然后跟谁都可以很融入，就是一个很国外长大、很白人小孩的那种想法。所以寒假的日子也不多吧，就是所以后来是谁踏出第一步飞去见对方？他就自己找了时间，因为你要上课啊，不然过来。哎呀，真的，哎，我要毕业啊，我要先毕业我才可以。因为你在当学生，然后女明星飞过来找你，你会觉得很困扰吗？不会啊，所以你就跟他说，上课的时候我要上课，剩下的时间我们就碰面。我们说常翘课。所以你说你们第一次接吻就是在你这次去美国行发生的，是不是？在台湾已经发生了，阳明山的山顶，他们穿上风衣然后照镜，那就已经在台湾就在一起了，在一起啦。所以欧巴在骗我们说没有认，没有，那时候是在国外才真正的，那时候没有在，所以先接吻还没有承认是男女朋友，他不是真的像所谓真的有那个，他就是轻轻的一下，是为什么他那？有停留，可是并没有去变成很情色任何东西，这样子。就是手是垂下来的吗？自然的垂放吗？对，不然抓自己的头。那应该就稍微有互拥什么的吧？其实真的蛮像偶像剧或电影的情节，就是不用有太多什么。我听讲他们两个可能是平躺在草地上的耶，所以可能只是转过来脸对脸亲一下，因为他们说很多人都在看夜景啊。是，正确吗？是坐在那个路边的那个。OK。哦。所以到了美国后就成为男女朋友了。好像没有。还没有。第二次。还要第二次？你回来。你又在。哦。我记得了。什么事？什么事 ？As a surprise。As a surprise， 就是你不知道他要回到台湾来，结果他突然出现。什么是突然？等一下是突然按你家门铃的那种 surprise 吗？我不知道他要回来，对，他要给你一个惊喜。然后他在他朋友家，他朋友就把我突然 Q 去这样子。然后看到他就是立刻冲过去抱住他吗？因为那时候很害羞，因为有旁边他们家人，对，有朋友的家人。然后那时候我没有跟我家人讲，我是跟我的一个朋友讲，然后我朋友帮我安排的。因为那时候不敢跟我家人讲，是。对啊，所以回到台湾之后就给他一个惊喜，然后他出现以后你就知道搞定就可以了。搞定？没有，那时候情人节啦。哦，2月14。所以他离农历年才很近很近，对对。你们 schedule 很紧哎。我要明孝轩重修就好，全靠导演撮合。你是说你们俩分手的时候根本就还爱着对方哦？不然干嘛崩溃大哭？对，那时候对啊，工作跟爱情根本就是可以同时的。对啊，还是王阳明交代 B Two 说，这次 Elva 的戏他一定要演。没有吧？然后还一定要接吻。吻戏是他是说 B Two 的。不可能啦，没有啦，你们攀岩攀得好好的，干嘛亲嘴？所以分手不是因为远距离这件事。就个性吧，不是因为他有别的发展，应该讲是个性。OK， 好，个性，所以他有别的女朋友？不是，没有，故事急转直下了，没有，你的女儿忽然叹一口气，没有，个性，对，因为我比较没有一直就是。你知道女生在稳定的时候就比较不喜欢跑出去外面，就是就觉得哦，就很懒。对，有时候自己就会懒得这样懒得那样。那其实
可能因为我又是歌手，所以我又喜欢在比较私人的空间，对，私人空间。那他就是好动，嗯，那慢慢开始彼此之间有很多生活上面的观念，就是因为他有板块开始摩擦就会变多。那我常常都说，在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太轻，所以彼此之间会互相彼此丢不同的球进去，然后让这一个本来很简单的爱情变得很复杂，心情彼此的心情也变得很复杂，对，所以就导致彼此会很不懂事的去用一些就是自己很不懂事的思考语言，去对彼此这样子。谁对谁比较有占有欲？就谁会搞失踪，另外一个会一直狂抠他？我们都不会失踪，不会搞失踪，都不会，都正常。对，那大吵完谁会去那个赶快道歉？都会吧，都会互相看谁先乱闹这样子。那你会在演唱会或者是出的专辑里面隐藏一些讯息，是你在告诉桑尼说你很爱他什么之类的？好像有吧，会啊。什么样的事情？就可能唱一些情歌啊，里面会有一些些是带着他的影子这样子。哪一首？哪一首？对啊，哪一首？哪一首？哪一首？你唱的时候心里是一直想着他的？我忘了啦。我们可以让这首歌再红起来，粉丝们就会一直播这首歌。以前的唱片也是还是要卖的啊。对，微电影啦，看微电影就好。微电影会啊，等一下。对。当时真的有上演在那个录音室崩溃大哭的戏吗？我想他也有吧。彼此都会吧。所以分开是很想念对方的那种分开。彼此都不懂事。那有没有好几次觉得我们再试试看吧？不敢想。为什么？为什么？这觉得那时候就是觉得我们两个都太要尊严了。所以你也不愿意低头再跟他求和，他也不愿意，就是两个人完全不想要有任何的交集。对。你也是这样吗？就没有说出来啊。我们大家就很阴阳相过。对啊，对啊。那我们帮你们说出来了。所以你是说你们俩分手的时候根本就还爱着对方哦？不然干嘛崩溃大哭？对。那时候对啊，对。哎，都快哭了。对啊，那个小孩有没有在动？你一讲话就没。哎呀，怎么会这样？哎，跟叔叔，跟叔叔，你讲叔叔互动一下嘛。帮他问那个影响他的呼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帮你们说出来了。因为等于你没事也不会突然不爱对方啊。如果照你们这样讲的话，而且你说那时候太年轻，那现在已经长大了，不是可以吗？那我觉得彼此都在拼彼此的工作，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子很好，工作跟爱情根本就是可以同时的。对啊，而且现在这样有什么好？就我们现在可以没有任何的，好像觉得有。因为是王阳明期待你要做到什么？是王阳明交代 B2 说，这次 Alpha 的戏他一定要演。没有吧？王阳明要接吻，吻戏是他拜托 B2 一定要加的。我们没有吻戏，不可能啦，没有啦。因为你们攀岩攀得好好的，干嘛要亲嘴？那段亲嘴是没来的，真的。本来在运动，观众都很突兀，说为什么要接吻？因为那个剧情是王阳明在攀岩，然后下来之后突然就抓住那个 Elva， 然后就亲吻他，就然后就没了。所以他就是那个 ending 这样啊。所以今天两个人会出现在这里，不是没有道理的啊，就是愿意再见面，就是互相还是很珍惜这件事情吧。因为我后面之后我信了基督教之后，我对过去有很多的需要被原谅跟不被原谅，宽恕跟不被宽恕，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方式，所以我开始觉得我要去面对过去一些我一直放不下的一些事情。所以你要在我们节目会见每一任前男友？没有，是因为这个微电影，所以我们来。很欢迎啊，我们自己开个系列啊。所以你现在跟他相处的气氛，是跟你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气氛，你觉得有差很多吗？很不一样。所以你刚才这样拍他手臂的时候，是真的完全不带情人的爱，是不是？就是好拍啊。
就不是那一个一碰到就会想到一切的往事的那一种吗？现在这个状况没办法。那我们把灯关掉，我们就走。摄影师先定下，先收了，先收了。这个在关灯了，在关了。所以，可是你们不会发生那种，比如说你就拍一下，然后就。很有可能啊，一定要的。如果现在这边没有，我就不知道。桑尼要进演艺圈，然后要签经纪人的时候，是你安排他进你的公司，跟你的经纪人合作的吗？那时候只是给他一个，比如说长辈聊天，长辈前辈，然后让他给他一些意见，然后说有碰认识很多不同的公司。所以你们分手后有一直保持联络吗？我是从其实妈妈走的时候，她常常关心我。哦、OK。所以开始，我觉得我开始人生一些想法也不一样。然后我自己就蛮珍惜身边在关心我的人，希望他们也可以很好。所以你经纪人那时候说要签他的时候，你没有觉得会尴尬吗？不会啊，我说很好啊，因为我很信任我经纪人，所以我就说你绝对可以信任他。可是他竟然今天把你们俩一起送到康熙耶！你这样还要信任他吗？我们好信任他。黄耀明、萧亚轩合作拍戏，而导演惨遭调侃。你当时有没有深刻感觉到他们俩曾经很相爱？我没有想那么多，但我想说，天哪，他们两个演的太好了吧？当然不是演的啊。对呀、啊。我觉得演的成分会有，因为原因上没有演的成分，导演大人应该说，我觉得我们有挑起他们一些以前的回忆，我就这样讲。这整个就是他们的，因为回忆的泪水，因为我们是一整天拍。你有没有人性啊？没有，我们在跟你拍过。OK， 那是纪录片，是不是全部啊？伪电影是纪录片，好任性的主持人。王阳明今天在康熙有需要说。我绝对不会跟欧巴再谈恋爱吗？会是这个答案吗？还是你只要告诉我不一定就好了？尴尬。是一定不会还是不一定？一切事情我觉得就上天安排了。好 ，OK， 是不一定，对不对？哇，我再问一题。是说，那他后来开始当明星之后的绯闻，你会介意吗？不会。你会不会问他？会，他也会啊。哪一则你有问过？都问过。所以杨丞琳那个你有问的？问是不是假的、啊？跟大家一样啊，因为那个真的假的、啊。我们什么都聊了。嗯，对，我们真的什么都聊。就是真的还假的？朋友啊，就是朋友，是朋友。哎，非常谢谢你们回答我们这么多问题，好，欢迎两位，请坐吧。这是康熙来的制作人冰兔先生呢，他导演微电影，微电影呢题目是百分之百，一百分的吻，那跟 Elba 的新专辑，其中一首歌是刚好一样。OK， 你一共拍了四段，然后每一段大概10到15分钟左右，那在网络上面可以收看。没错，那萧亚轩在里面演的都是他自己，就我们希望从他。这个人当出发点，然后有四则爱情故事，但这四个故事是我们自己把它套进去的，并不是他的故事，不是真实故事。但我希望在第一段当中呢，萧亚轩这个女主角是跟一个王伯杰所饰演的男生在意外的夜店相遇了，然后就试着在一起看看，然后后来发现小男生还是不那么可信赖。对，所以我们当然认为这跟王阳明是没有关系的事情。对，因为他在夜店这个是。一夜情吗？算是。对。所以这是第一段的内容，然后第二段呢 ，Elba 就尝试了一个年龄比较大的男生，然后是钟镇涛先生所饰演的。对。他在戏里是演比你大20岁吗？25。对。然后年龄还是造成了一些差距。对。那第三段呢，就是姐妹涛杨锦华对带你去算命。对。然后发现了一些你跟男生之间有一些命运的安排。对。然后第四段呢，就是王阳明先生上场，对，然后他们的爱情没有完成，因为个性不合。算了，还是有机会的。所以你在这四段里面可以看到，反正 Elba 演的是一个明星，也像一般人一样渴望爱情这件事情。对。然后每一部微电影都搭配了一首你的歌曲，新专辑里面的歌。对。嗯。
我们现在放微电影的片段给大家看。我是 Alpha， 今年32岁，感情状态。哎，我真的很喜欢你。你讲的话我怎么会不记得？帮你介绍我们这次的产品设计师，这就是 Sunny。你好。你的机器人哦，可能哦，没有男人缘哦。哈？真的假的？好男人给我死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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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跟你求婚，你会答应我吗？你醉了。我爱你。可是我站在公司，还要站在跟你多年好朋友的立场，我一定要把事情都……你相信我就不需要一直在问了、啊。他们怎么可能会相信？从来就没有人会相信。妆都这么浓啊！你要当艺人，花边新闻就多。他爷爷年纪又大，我就怕他身体受不住啊。是时候把你还给你妈了。现在爱情发生的开始，是不是已经很少是一条线跟另外一条线的交错，而是一条线跟两条线重叠后，才离得清谁该被抽离？你有看到攀岩那边？下来毫无来由的结尾，玩了大概15分钟左右，也就是一部微电影，攀岩跟亲子。但是不可否认的呢，就是当中我们看到萧亚轩在四个微电影当中哭的最惨的一段，就是他跟王阳明分手之后的。对，最后哭的超惨啊！那是四部的 ending 是不是？嗯，对。王阳明也哭哦。我们都是刘雪华一儿。可是王阳明哭的时候，你脑中是什么景象？就是我们有一段分手的时候，我有让我去想，因为正好我们是一起演的时候，这样最好，因为你是可以马上进去。对。所以如果是别人的话，我说明说没有办法。嗯。那是他，我就。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很多是一起的事情，对啊。所以王阳明那时候心里的台词是什么？那时候我没有台词，我没有什么台词，因为那时候只是在。你有想说我没有要走啊，就不用放我这些吗？那时候只是在想到说为什么不可以继续？看，可以呀，可以呀，欢迎你们。现在赶快，快点！所以，当时 B Two 你在拍的时候，他们两个哭成那个样子，你有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OK 的那一次拍完，我们的眼眶都红。我是说真的，因为我记得我是拿了那个 monitor 盯着很久，我怕。穿帮的画面，那看我觉得那个情绪是非常好。你说 Elva 一个人对着镜头哭的那个吗？ 对啊。那你有拍下来王阳明哭的画面吗？有啊，我们有画面里面是有王阳明哭的画面。Okay. 他走了之后，我就看到他正在哭，我就拍一下摄影师，他就吐过去这样。然后我那边看画面，我说哇塞，也太厉害了吧。所以你当时有没有深刻感觉到他们俩曾经很相爱？我没有想那么多，但我想说，天哪，他们两个演得太好了吧？当然不是演的啊。对呀、啊。我觉得演的成分会有，因为原因没有没有演的成分，导演大人。这就是真情流露，这是人生的回忆。应该说，我觉得我们有挑起他们一些以前的回忆，我就这样讲。这整个就是他们的人生，因为回忆的泪水、啊。因为我们是一整天拍。你有没有人性啊？没有人在乎你拍多久。OK。那是纪录片，是纪录片，这边正拍在干嘛？直接宣布啊，伪电影是纪录片，好任性的主持人。没有伪电影。
这是要来把我爱我是彻底让我的爱情观去彻底的让一个女生可以从我身上找到很多接近。可是在真实人生中你绝对不会让妈妈控制你的感情生活。不会，我妈跟我爸都是很开放的，然后都给我很多自由，所以他们不会来影响我任何的私人的一些东西。所以那时候家里的人知道你跟 Elva 交往的时候，都没有人有发出那种艺人还是要小心的言论吗？他们也不懂这个行业，所以他们当然会说一些就是那种啊，艺人会不会比较复杂。可是认识了 Elva 以后，然后我妈妈也见过他妈妈，他们都认识以后，他们就会觉得你知道就是很正常，因为他也看到我们的交往都是很正常。家长见过就代表已经。所以妈妈当时对于 Elva 的反应是就很好啊，他们最后也是像朋友啊。就是如果要更进展的话，家长也是同意的。没有聊到那么多吧，那时候都蛮年轻的。对对啊，没有想到这么，没有想到那么多。所以那个交往是顺着走，不没有凭感觉，而没有设定说要到达什么目标才完全没有才可以的，完全没有。那你们后来分开之后，你还需要对他爸妈嘘寒问暖吗？我们还是朋友，我跟他妈妈都会节日还是要祝贺一下，因为没有住在台湾，他们所以就是碰到，除非他回来。我们拍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来看我们，对。所以今天我们得到了足够的消息，对不对？是。然后我们非常欢迎他们下次再来嘛，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可以问。这样子这回电影，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对，那当然。对对对。我觉得我们介绍那些纪录片以后，大家都会去看的。纪录片。是微电影。对，我觉得是微电影。对，我觉得那个其实没有人要听你讲话。我身为女性，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你跟桑尼之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那种，你知道吗？其实我其实在这张专辑，我可能因为加上我的信仰，我很希望大家可以知道，就是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很尊重彼此，然后还有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起努力打拼，没错。然后这个环境又很多不同的人事物，可是因为我们彼此对彼此的关心是真心的，希望彼此好，所以今天大家来这边，真的觉得说是因为 B Two 哥真的很努力拍这微电影，公司真的花很多钱在这微电影，然后为了我这张专辑，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必须要很专业的去来面对。所有接下来有我们也是超专业的在面对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面对过去很多事情，你们可以放下，然后重新去接受自己的心。我觉得你还是很厉害，因为我做不到。我们可以做做看吗？需要帮你打电话吗？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屋檐下各自做各自的事，不需要一定要怎么样。萧亚轩呢，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要唱一首歌，新专辑的歌，这首歌是为王阳明唱，叫做爱不离手。Baby， 爱我就不离手，相爱这件动作亲密，却带我出去走走。Baby， 爱别只缠不舍，就让手机沉默感受，两个人真实感受。ABB 传来 Good morning 和 Good night， 聊天问候都变成文字动态，写个签名手指不停盖回忆，好心情见你不想回讯是否懂我心情，天天手机爱什么，打开的动作能定位它像什么，走路也低头，连吃饭也低头，手机念出手，爱它比我还多，请你停止别再传给我。